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我那个刚才开错模式了，开成之前那个我们那个小美满那个活动那个多人房，听得到我说话吗？各位同学们晚上好。听得到吧？OK，听得到就行。然后欢迎大家来到龚俊的直播间，对，一年一度的这个生日直播又开始了，欢迎大家。没声音，OK，听得见就行。然后呢，今年本来说是准备给大家一个这个抽奖的环节，然后想了一下。然后让大家可能来到现场或者拍摄的现场，然后探个班之类的，举办一下这个应援还是怎么着？然后因为这个最近不是因为好像疫情又有些反复，然后就考虑到各位同学这个如果是较远的地方来的一些安全的问题，就算了，就把它取消了。今年还是做一个这样的线上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然后大家在家里面看，也就安全，对吧？安全，然后健康最重要。所以做了这么一个直播，每年一次吧。怎么说呢？哎，又老了一岁啊。这一年呢，相当于去年，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些进步的啊。有一些成长嘛，这就是。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哎，手机给我，你开这么大声，你们听不到，听不到吗？听不到那就听不到背景音乐啊。哦，你们让开，我后面都是我的工作人员，非常影响我在这直播，你们坐旁边去。今年其实非常高兴啊，因为。还算是有一点成绩啊，算是在稳步的成长。也感谢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同学们，不离不弃，一直陪伴着我。怎么说呢？首先先说一下自己最近吧。我最近呢，大家可能同学们也都知道，我最近在南京啊，拍摄一部消防题材的戏。叫做《你好，火焰蓝》，然后呢是在我们优酷的宠爱剧场，我给各位同学提个醒，我后面呢就包括《天涯客》啊，可能还有一些作品，可能最近同学们就可以多充一点会员，对，在优酷播，然后呢也希望多多支持啊，多多支持，然后充充会员。然后结婚呢，最近也在我们芒果 TV 啊，芒果 TV 热播。大家还没有超前点播或者是买会员的同学们啊，就是有能力的就超前点播，没有能力的呢就买会员。要实在是没有能力的呢，就普通观众就这样看也行啊，多刷刷弹幕就行，支持一下我的新剧，感谢大家。然后，也希望未来呢，这是送了一个什么？好厉害的样子。来到我的直播间，大家也就不用送礼，对，礼物其实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开心就好了啊，这个礼物不重要，对，少刷一点钱，对，提到了，刚才提到我正在播的戏嘛，天涯客，然后没有正在播。可能马上就要播的，在优酷宠爱剧场的《天涯客》，然后还有《你好，火焰蓝》，马上要播的呢，还有《绝世千金》啊。至于在哪个平台，大家到时候等官宣。还有就是正在播的《从结婚开始恋爱》，也希望其他各个平台的老师们、各位金主爸爸们也都多多看看我，然后我也会提升自己的演技啊。我还在成长中，我也看到网上有一些批评我演技的。我也就虚心接受，对，大家说的也没错，可能有的时候这个角色诠释的还是不够饱满，对，我也会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对，希望每部戏吧，拍了每一部戏都有，
都有成长，都能让大家看到我的用心也好吧，就是努力也好，就希望大家都能够认可，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吧。对，我这个人座右铭呢也比较简单，就叫脚踏实地。对，不是那个知足常乐，对，脚踏实地知足常乐。对，这也是我们这个工作室，工作室的座右铭，也是我们，对，希望一步一步稳定的成长。然后今天这个生日会，我的同事们然后小伙伴们跟我说他们安排了很多个环节，对，然后待会儿要给我惊喜，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啊。等一下，刚开始直播粉丝在希望你表演一下五湖。什么五湖？等一下，惊喜来了。他们没有声音放这么大，是又要唱了是吗？你先等一下，暂停一下。我们去年直播不是不让我唱歌吗？怎么回事？我记得前段时间我还因为我这个歌声上了我人生的第一个热搜，带名字的热搜。我也不知道这个就反正贬义吧，啊，贬义多一点无所谓了，反正大家图个开心就行，大家看得开心。我会把我优美的歌声多多唱给大家，只要大家不嫌弃，希望我每一部戏呢都能唱一首歌，鼓掌。然后这个彩蛋不是彩蛋环节，第一个惊喜环节，粉丝惊喜环节，很熟悉的歌声，但是这首歌我得看一下词儿。前面我是真的不会唱，手有点抖。我前面不会唱，真的不会唱。我要唱副歌，好吧？等一下，我等他副歌啊！我这次好好唱。小声点，我这次一定好好唱，听清楚了啊。我好喜欢你芜湖，爱你芜湖，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我喜欢你的糊涂，任性耍酷，在一起了就不想结束。好像有点破音，这首歌不在我的 key 范围之内，我尽量唱一唱。再来个副歌啊，等一下，准备。我好喜欢你芜湖，爱你芜湖，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我喜欢你的糊涂，任性耍酷，在一起了就不想结束。给我笑。来了啊！我真的很努力在唱，这首歌稍微有点高，对，而且我好喜欢你芜湖，爱你芜湖，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我喜欢你的糊涂，任性耍酷，在一起了就不想结束，起了就不想结束。没有，还有什么惊喜可以提前告诉我吗？先等五分钟，再送。这首歌啊，唱歌环节就这么过去了。我突然发现。我好像出了一点汗，有点紧张，我身上都是汗。
好，这首歌就点歌吧，这首歌是我最近比较喜欢听的一首歌，叫对这首歌 Childish。 对，好啦，继续聊吧。然后各位同学要是有什么想问我的或者是要我回答的一些问题，只要不太过尖锐或者敏感，我会臭一点，看我心情回答给大家啊。音浪，那就看你的福气了。我告诉你，音浪呢，一般都是，要么就是我生日，要么就是我同学生日，或者是朋友生日，在 KTV 我喝的有点晕的时候会唱的歌。我看看啊，今年收到什么有趣的礼物？我今年录了一个开箱视频，感觉还比较好玩。过几天会分享到某书啊，某书大家关注一下。对，还最哦，对了，我忘记给大家汇报了，开小声的，有点大声。我忘给大家汇报，我把钢牙取掉了，不是没有这个恒心。是因为我们这部戏呢，它是个同期生，然后实在是太影响我说词了。我估了大概有半个月吧，然后发现实在不行，而且里面长了很多溃疡，因为它这个内舌侧，它会有的时候可能会刮到我自己的这个舌头，然后长了很多溃疡。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影响我发音，有时候非常大舌头。对，然后以至于昨天我们走拍戏的时候，女主说，当时我们围堵，因为我那时候正补好牙，她说男主怎么进组，我发现怎么是个大舌头呢，让她自己内心充满了怀疑。其实我那时候没告诉她我箍了牙，所以我就把上面取了，我本来想试一下，因为上面有些底舌音上面比较影响，然后取了之后发现还是不行，还是有些词儿会影响，比如说的或者是反正一些的之类，下面也会用到，所以我就把上下都取了。唉，取了我箍牙花了大概将近40000块钱，全部打水漂了。那没办法，还是戏最重要嘛，是吧？因为这个同期声啊，还是戏最重要。到时候这部戏我会用原声告诉大家。然后很多我看到很多这同学们当时问我为什么结婚没有用原声。因为我们当时结婚，说实话现场条件就是没有同期声，所以其实大家听到大家的后面呢都是要去棚里面重新录。那我确实这个如果后面配音我是没有时间，因为大概重新录一遍的话大概至少要，因为我第一次录可能没有经验，可能至少要半个月到20多天左右，因为我那时候因为着急要进到天涯客组，所以就没有时间去用原声。但是呢要提一下我的这个配音老师，我觉得他其实非常配得好，就是为角色加到了分。谢谢这位配音老师，然后好像也是我的一位粉丝同学啊，梅梅，对，梅梅同学，谢谢他，感谢这位配音老师。然后火焰蓝呢，我会用我自己的原声，到时候，对，可能有些同期声，到时候有些台词说不好，就去棚里面再补一下，对。都是为了戏好嘛，所以这40000块钱呢打水漂就算了啊，过去就过去了。虽然还是有点心痛啊。这是送了我一辆跑车吗？天哪，谁送的？周雨彤？真的假的？我怎么这么不信？他这个人之前看我上一部戏都要找我借会员，他居然送我礼物，我怎么这么不信呢？然后他给我发微信说他会送我生日礼物，让我等着瞧，那我就拭目以待。我感觉应该不是什么好东西，应该会给我个惊喜，到时候我录个开箱视频给大家看一看啊。人有点多，我也不知道哪些同学或者我认识的朋友在看我的直播，粉丝朋友们提一提啊。刘海啊，这个刘海今天
这个刘海是我们发型老师做的，本来是往上去，他自己发挥了一下，然后说这个有时尚感一点，因为今天不拍戏嘛，是吧？然后我自己我觉得不行，还是把它捋下来稍微好看一点，不然太高了。对对对，自己搞了一搞，嗯。会上综艺吗？这个问题有，很多之前去年也有同学问我了。其实我自己个人啊，我对综艺不排斥，但是呢，还是要在这个多多积累作品的前提下，我会尽量多拍戏。对，戏还是因为演员嘛，我觉得戏还是最重要的，放在第一首要位。然后综艺呢，它是个加分项，对，我会看情况吧。如果有合适我的，我会去录；如果说是实在不合适的，我也不勉强了。对，看情况，还是当然第一作品最重要，还是戏最重要。嗯，脚踏实地嘛。嗯，快乐大本营，我倒是想上呢。大家多提提意见，让快乐大本营的老师们就是发个邀请函什么的，对吧？嗯，对。别人不邀请我们，我也没办法去啊，是吧？对。嗯。接下来的工作计划就是安心拍戏，因为我这部戏说实话非常难拍，有很多非常专业的救援场面。因为我们这部戏当时你好火焰蓝让我必须要提，在优酷的宠爱剧场，对，大家多多关注优酷的宠爱剧场。然后你好火焰蓝呢，我们这个剧本基本上每一集都会有救援的戏，而且非常专业写的。所以我们当时进组之前，我就留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然后我们当时一个多星期两个星期吧，然后当时去消防队啊学习专业知识，然后住也是住在消防队，然后洗澡也是洗澡吃饭什么出早操，然后晚上都是跟消防队员消防站的老师们一起，对，体验了一下消防队的生活，确实是很不容易。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是一个晚上，我们大概因为消防站他睡觉是9点过，对，就必须得熄灯，我们当时都睡了，然后睡到12点，突然警铃响，警铃这个警铃大作，然后因为我们刚到消防队才几天，然后想是出警了，然后还在警报还在响，说是哪哪哪起火了，是要出几辆这个消防车，要派哪些人。然后我们当时就开了门去那个走廊看，哇塞，那些消防员非常的敬业，就是衣服边跑边整理，穿好自己的衣服，有些鞋都没穿好，然后边跑边上车，然后非常快，不到一分钟就下楼，这个车都已经出发了。然后在现场我们整个班就是在一个房间里面的我们的演员们，然后就惊叹，就除了就是不太雅的那个词啊，就蛮就一直在惊叹，非常怎么说呢，非常的佩服他们，对，有这群坚守在我们一线的这种基础的这些消防员战士，他们也是非常可爱，平时生活中，然后出警是丝毫不含糊，对，非常感动，然后非常马上就很快就出车了。然后我记得出车回来大概2-3点钟，然后我们给班长发信息，他说是因为那个地方是电缆起火，然后着火了。其实当时现场也非常棘手，然后灭完火已经2-3点了，回到房间还没躺下，不到20分钟第二次火警又响了，是在一个高层20多层，然后他们被子都还没捂热，然后马上又出警，这是非常感动。那天晚上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惊叹，对，真的消防员很不容易，对，非常不容易，我们一定要尊重他们，对，敬佩，是，所以这部戏有很多抢险救援的戏，对，我们会尽量非常专业的就是呈现给大家，对，希望大家也接个电话，这谁打过的，姐姐好了啊，惊喜来了，来，惊喜来了，接个电话，哈你啊，天哪，哈哈我儿子给我打电话了，哈你他们什么时候跟你串通好的我都不知道啊，不能给他看，没事儿，就没有微信号，没关系。听得到吗？把音乐关了。Honey， 你在干嘛呀？我现在在跟你说话呀。你吃饭了吗？啊？你吃饭了吗 ，Honey？ 吃吧。
刚刚吃完。刚刚吃完。你想我吗？想你，今天爸爸生日，我在抖音给爸爸录了一个礼物。你在抖音？你今天去看啊，爸爸。抖音吗？对，抖音。我抖音都没关注你，待会儿去关注你。嗯。你录了个啥给我？你就录一段舞呀。哈尼。录了一个抖音是吧？我知道了，待会儿爸爸去看一看啊。嗯。我哈尼。你生日快乐。谢谢。生日快乐。谢谢谢谢。谢谢你，你现在还在戏上吗，哈尼？戏上。你还在拍戏吗？有一部。没有拍了。在上学了吗？上学。在读书吗？现在在老家上过一个幼儿园，但是现在我们没时间上，就没上了。没时间上。你宝贝，你真的拍的戏感觉都比我还多了。我都要称你为前辈。这倒没有吧。这倒没有。哈尼在现场非常活泼，而且每天非常的黏我，是不是宝贝？你每天到现场要干嘛？要我抱抱。你是不是变声了呀？你是不是变声了？是不是没有变声吗？你没有变声吗？你我你的假爸爸今天生日，你有给我准备什么吗？有画画什么的吗？你给我唱首歌好不好？好，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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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姐，宝贝，这边工作人员。要结束了，这边我还有别的流程，待会儿我私下跟你交流啊，宝贝。啊，好的。你还想要什么礼物？你还想要什么礼物？告诉我，我到时候买给你啊。还想要乐高吗？没有。还想要乐高，你到时候告诉我啊，给我发微信啊。嗯。我没有什么的，但是我送了你礼物。你送了我什么礼物？好，我到时候去抖音看看，等我直播完哈。嗯，就这样哈。拜拜。拜拜宝宝，拜拜。啊。知道了，拜拜，待会儿我就去关注你啊，拜拜。拜拜。天哪，真的，他一到现场就叫我爸爸，我感觉真的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就是其实挺感动的，就突然多了一个儿子，而且他那个时候在现场还挺黏我的。我们杀青拍完海报，因为最后一天拍海报，拍完海报杀青，非常的不舍，而且是他妈妈骗了他，然后我才走掉的，他不让我走，对，哎，还挺感动的，所以现在还有别的流程吗？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个流程还有什么惊喜，我还现在放歌还在干嘛？扔骰子。游戏环节。什么？为您量身定制。What？ 其实你摇大啥不重要，每一面都要玩。对，你可以一面面顺着挑。让我摇这个骰子，他们准备的，我谢谢他们。一面面都得玩。神秘大礼 B， 大冒险，什么神秘大礼 A， 发红包。为什么发红包？我生日是我给你们发红包呢？我真的要吐槽一下我这个工作室的几个同事们，这几个女生。天哪，一到节就让我发红包，真的是。上次这个不是双十一，是什么情人节让我发红包，我在想为什么没人给我发红包呢？太残忍了，他们真的。而且我上次不是发了那么一点儿，我真的是每次我很大方的好不好，你们老实说是不是？好几百块钱，每个人至少都有200。谢谢老板。没良心。好，我玩这个，言归正传，这个骰了，关键大家也看不见呀。没事，你骰了我，反正每一面都要玩。那就轮着来呗。你挑，你先挑。发红，收红包，收红包，来发红包。收红包是吧？收红包。哎，红包。这个有什么意义？每一面都要玩。你先挑。
那骰了那不也一样吗？那不一样。收红包，红包拿来。马上。给我喝口水。哦，对了，正在他们这个找东西的时候，我要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卖的那个写真现在已经在实施阶段了，那个爱心的那个公益到时候给大家揭晓一下，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很快了很快了，正在施工当中。对，也这个东西要特别感谢各位我的粉丝朋友俊卫仙，然后喜欢我的人支持买我这个写真，然后对完成了这么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东西已经持续了一年多了吧大概。喜欢大家啊，不是喜欢大家，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我们是共同完成了这件事情，到时候工作室会有公示，大家多多关注一下就行了。谢谢大家。好，生日快乐，是真的红包。我怎么这么不信呢？你悄悄看一下，你不要拿，你不要拿出来了，不要拿出来。你可以展示。谁给我的？谁给我的？谁赞助的？工作室的小伙伴呀，谁赞助？真的假的？这真的钱？这么多？是老板给的吗？什么？我们送的，我们送你的生日礼物，是真的红包。不是，为什么每个红包这个不是厚度不一样呢？也是分职位的是吗？分工资的多少？真的钱哎，谢谢大家，我会好好利用这红包，对，多买点零食。我去。好，下一个环节。点唱机是个什么鬼？你去年不是不让我唱歌吗？你今年有歌迷。不是，是因为上过热搜了是吧？你有歌迷，你现在歌迷可多了。我告诉大家，我天涯客已经唱过歌了。哈哈，等着瞧。而且唱歌那个总监老师还夸我了好不好？对，大家拭目以待，我这次唱的真的很好。拭目以待好不好？演唱机你挑吧，你想唱音浪吗？大家都我现在不想唱，让我开心的时候再唱。我不唱不行，现在不行。大冒险是干嘛？大冒险跳到下个环节，来上道具，看东西。干啥？你喜欢的东西。快点！你最喜欢的东西。你选一个。你最喜欢的。我知道，来给我吧。你选一个好看的。这个、不是，你给我。我知道这玩意儿是我，其实是我提出来的，是我买的，我承认，这是我前天让他们我自己买的。然后因为我经常有时候刷抖音，对，感觉挺有意思的。然后这个东西呢，我本来想出场给大家带，对，然后但是工作室的同学们呢说这个晚一点带效果好一点啊，那我就晚一点带。我的妈呀，我哎呀我天，带上了，待会儿变个身给大家。眼睛在哪儿啊？鼻孔。你不要表演喝水吗？重点不是他会扒的一声吗？我昨天看见了一个很红的艺人上热搜了，我也想模仿他一下。这个怎么喝呀？关键是。天哪，这口这么小，我怎么喝进去啊？哎呦我天！好的，这个点子是我想的，然后今天的直播呢，就会用这种方式呈现。接下来就看这张脸吧，谢谢大家。下一个环节是什么？你酷一点，还要加道具。哎我天！帮我 P 上 Rich。哟，
快拿走了，笑死我了，我不拿，嗯嗯，就不拿，这样没人送我礼物了，那还是拿走吧，怎么着，这个是要一直带着还是干嘛？我天，你们真的是这次真的是用心良苦，昨天把这些都藏起来不给我看，哇塞，我天，我现在变得很富有，有，用，脱了吧，脱了有点热，说实话有点热。天哪，头发都乱了，我的妈呀！整一下，整一下，整一下。里面确实不是很好受，嗯，好闷哦。下面环节还是自己我自己聊，还是你们有？挑着，点上加没完啊！快点，神秘大礼包 ，A B A B， 你都拿过来吧。点唱机今天看我心情。发际线就出来了。会吗？谁给的？工作室大家一起集资送给你最贵重的礼物，又贵又重。这是什么？感觉花了很多钱。为什么这么重？我感觉有猫腻。不是什么好东西，肯定。LV 还出这一款吗？真是太高级了。我一点也不意外，真的，告诉你们，你们能干出来这种事儿。还有大礼币。啥 ？What？ 写的是什么？好戏不断，财源滚滚，可以，这可以。这可以，给我，给我，没事，给我吧。当当当当。好戏不断，财源滚滚，工作室的，嗯，对，谢谢他们，我会尽量这个矮子里面拔高子，是吧？这个词儿是这样说的，对，尽量挑好戏，对，尽量吧。然后也希望自己的演技呢在一步步的成长，质量也太差了，玩一玩就断了，嗯，对，希望就是脚踏实地吧，一步一步。向上攀登，对大家给我的不管是意见也好呢，还是表扬也好，我都虚心接受。对，我会我会自己琢磨。对对对，我会琢磨的。谢谢大家。嗯，来，还有什么？没有了吧？点上机了是不是？点上机，我现在不唱。发红包。发红包，想得美。还有什么环节？还是我现在继续？你继续。继续，好，继续，大家有什么问题提问吧。什么时候回成都？嗯，过年吧，今年过年是可以回成都的。对，什么时候来长沙？那不是刚才的话题吗？那得找我呀，是吧？那得求别人找我。我送了个飞机，这是谁送的？龚俊唱歌，看我心情。想福建欢迎你，谢谢。东北去过，我去过大连。大连，对，发自拍。我说，哎，我这个人，老粉丝应该知道，我这个人不是很喜欢拍自拍，就自拍比较少啊。然后我自己角度呢，也经常被吐槽。对，我会尽量吧，看心情。对，看心情。我之前还想说什么来着？让我想一想。买房子了没？这个问题问得好，我现在是房奴，我告诉你们。
对，刚买，嗯，房奴，我得多多赚钱。大家也都知道嘛，是吧？我手机壳就用的发财，是不是？多多赚钱，打工人、搬砖人冲呀，还房贷，嗯。成都买的啊，北京哪买得起啊？开玩笑呢，成都，北京。成都房子还没买，刚买，嗯。然后我看一看啊，什么时候来深圳？我记，从结婚开始恋爱不就在深圳拍的吗？也不关注我，发起来800万福利，今天的直播就是800万福利，送给大家，掌声。鼓掌！我感觉像在卖东西一样，直播卖东西，不愧是我，不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任何不接受，一夜暴富还是算了吧，对，脚踏实地最重要，对，真的，嗯，就是人呢。就是不管是成长也好，还是赚到更多钱也好，就是不能飘，对，得脚踏实地，对，做个 nice 的人。三亚我去了呀，三亚，对，我之前不是说过这个梗吗？我去三亚拜完才知道原来是个送字观音，真是绝了。那个三亚那个观音，它是个送字观音，然后拜完我才知道。我心想，那个拜的时候，我插香的时候，它滴到我的手了。我说是不是观音菩萨让我应验了？原来是个送字观音。说明我快结婚了。那你想太多了，嗯，我得赚钱，对，多赚钱，赚钱重要。哦，对，送了个哈尼来，真的，我去年去拜完三亚拜完，我就接到了结婚，真的送了个儿子来，真的送了个儿子来。四川话每年都说，我四川话很标准的，好不好？成都话，我说成都话非常标准，地地道道成都人。考研。哦，我看到一个考研的同学，祝福这位考研的同学顺顺，不是，不只是考研的同学，不管是考大学、考小学，还是考研干嘛，还是什么各种考试，或者是考驾校也好，反正就祝福你们过啊，祝福你们。干什么？我感觉又有惊喜了。你有朋友来。你要干啥？哪个朋友？南京的朋友。谁？拿着手机、啊、我拿着，什么意思？不是你过得去吗？谁？我拿手机，这是谁？我靠，哎呦我天，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哇，这么多人，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这是干嘛？拍拍你的蛋糕。啊，我这啥时候安排好的？你们真的惊喜太多了。来，宇文把蛋糕去，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生日快乐！我天，谢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嗯，拿着。一个一个介绍。不要拿手机放。这是对，这是我剧中好战友。Hello。小马，大家好，小马，宇鹏同学。Hello， 大家好，来，下一位，下一位，我是他的工作人员，对，他不是，也是我的好战友，刚刚加入他工作室的工作人员。对，你说一说，在里面饰演谁？自己介绍一下。我是小李，小李，李彦亮，对，大力王，然后他也是我师哥，我们东华的，对，东华大学的师哥。你是东华之光？没有，你也是东华之光。
这位、哎、东华之光，这位是我这个我的你小弟老师，对，我的好哥哥，叫你自己介绍一下、周师傅，周师傅、哎、对，周师傅，然后是我们火焰蓝的制片人之一，嗯，感谢周师傅，也是我们天涯客的制片人。谢谢周老师。小明哥，穿身红的就小明哥也是我们火焰蓝的制片人老师。对，感谢小明哥。对，没有没事，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还有这位，要吗？不用了。他要求不出镜，怎么花絮老师还来了呢？来了这么多人，我也没准备晚饭呀。有点惊喜，是什么意思？大家要跟我一起直播还是？现在不太敢给你。没有这个环节，我需要干嘛？我有点不知所措了。切蛋糕吧。切蛋糕。对，我们飞。切蛋糕拿过来吧。那边蛋糕我来。慢点啊。台。有非常之有意义的瓶。哇塞，真的是。哎，哇塞，我天哪！第三期直播内容就是把蛋糕吃完，现场当着所有人面。我要说一下，昨天就准备了蛋糕，在现场就送了我，对。然后也是让我挺意外的，对。拍着拍着戏，然后糊了我一脸蛋糕。这个蛋糕上面有好多消防车，对，消防员。谢谢大家，剧组好用心，给大家看一看。然后这些公仔我到时候会收起来。嗯，给你把蜡烛拔了吗？哦，对，是切吗？还是等一下，我没有刀啊。对，这个没有刀。去拿刀叉去了。天哪！对不起，是我们没有做好。对不起。没有，我一定要分享一下，昨天非常让我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昨天我们拍过了12点。然后到12点的时候，现场没有一个人给我送上祝福，我就很纳闷儿。我心想，我也没有暂停拍摄。然后到了拍完那场戏之后，没有拍完，快拍完。然后那场戏也正好是我们要庆祝一位同学这个考上了消防救援学院，对，王大印同学，周彦成同学。然后搞了个蛋糕，然后居然。拍到最后他们把蛋糕拿来糊我脸上，我也是很惊讶，原来是搞了这么一出惊喜。对，谢谢我们剧组有幸坐着聊。好啊， come on， 那这个要切还是放旁边？没事，你就先放那儿呗。哎，我跟你说，他俩会唱音浪，你现在那么开心，如此开心。音浪是什么意思？是就是你的一个梗吧。就是这首歌，我现在不想唱。我现在不想唱。这首歌真的是太唐突了。站坐。去，来坐。来，徐哥，徐哥，我坐，坐。Come on， 进来点。进来。我天哪，真的是，进来先看不到你了。我看到，不重要，这个重要。什么意思？是要一起唱音浪是吧？对啊，他们两个会。我只会前两句。我只会那一句音浪太强。你们不是只会这一句？你们准备这个环节真的会让我非常尴尬。是你的才艺展示吗？这首歌一般是我喝酒喝的有点多的时候会唱的歌，因为豁出去了嘛，是吧？豁出去了。今天我也不晕，让我唱这首歌真的非常唐突。那是怎么着？怎么着？新唱来夜曲，不行，夜曲音浪，我和我的祖国粉丝说的，粉丝在下面。我和我的祖国点歌，你的点唱机没有做。我和我的祖国，那先唱我和我的祖国。音浪到时候看我心情。他今天，你心情什么时候呢？我和我的祖国，一会儿是不是可以切个蛋糕啥的？对，嗯，刀吗？拿来了。你们昨天是不是串通好了？真的，现场没有。那当然了。现场，我就在想，有两个化妆老师突然，只有两个化妆老师给我了祝福，到了12点说生日快乐。然后旁边的演员，对，因为是群戏，旁边的演员听到没有任何反应。对，我内心就是，而且我们也很紧张，你知道吗？我们配合贼尴尬。燕晨不是第二次要拍的时候吗？我故意跟燕晨说，我说你到时候拉他一把，我把蛋糕往那一推。然后燕晨说啊，你说啥？我听不到。我说那你怎么操作？他不知道。我都懵了。然后燕晨
他有个 CP 在剧里面，然后我心想，他不是你看不到，没事，我心想，你最后呼蛋糕你呼我干嘛呀？你怎么不呼你 CP 呢？他拉我，我就很奇怪。结果原来搞了这么一出惊喜，真是谢谢你们。其实惊大于喜了，是吧？对对对，真的嗅到了惊吓，受惊，赵很快的，对，呼脸上了，呼到我鼻孔里面都是，挺惨的昨天晚上。不过还是挺开心的。叫什么？哎，我和我的主播，你们会唱吗？那当然会，你肯定会唱。这旋律啊，我们都是这能爱唱吗？唱起来。是我们知道的。我奶奶最爱唱这首歌了。奶奶，哇，这个这么抒情吗？这个啊，不是这个吧？原唱是李谷一老师吗？啊，对对对，是不是啊？对对对，华语这个李谷一老师。是认真的吗？这是粉丝要求的吗？为什么？粉丝有缘由会，我和我的祖国戒烟，残酷月光。好，感觉其他的歌都是。快乐老家呼声好高。没有，可是这首歌唱不上去啊，感觉。啊，不用，你可以低八度的。我们低16度。念出来。不行，来唱吧。好感动，感觉在过国庆一样。哈哈哈哈哈！正正正，别这样。是我，等一下，我想暂停一下。我的生日真的唱，我和我的祖国合适吗？真的，这个好可以吗？可以是吧？要不然他们让你唱《千夫的爱》，你选一个。《千夫的爱》也挺好的，那我们唱一下这首歌副歌好不好？那既然都放了，是不是？放一下啊，唱一下副歌吧。哎，一条大河在哪？这不是这首歌，一条大河不是一条大河，是一条大河。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知道了。我和我的徜徉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好兄弟要一起。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寥寥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很高了啊，来，鼓起来。好了，还是对对，这是还是这个换一首，放过，你最爱的周杰伦吧？还是不行，放过俊俊吧。这首歌比较严肃。你最爱的周杰伦？不看周杰伦。我也出汗了，我笑到眼泪都出来，很紧张的。周杰伦，对，拿纸吧。缘由会，你们会唱哪首歌？还有算什么男人？粉丝点的。不是，今天是怎么着？是黑粉吗？今天是歌友会。今天是歌友会了，是不是变成？歌友会，唱一下吧。你唱哪首歌？啊？唱哪首？哎，我擦眼泪。天哪，拖着你们一起献丑。弟弟，汗。留下来了，弟弟，你都不知道有这个环节是吧？我不知道，我以为来了个鸿门宴，是不是？是的。唱哪首歌呀？你平时唱的最多的是？看你最喜欢哪个？就是你，一定不会，大家一定不会翻车的是哪首？大家好像周杰伦的都挺高的。周杰伦的歌我真的唱不上去，《简单爱》好不好？是的，这个比较简单。是一个，感觉有点暴露年龄。还好吧，没事儿。梦回2007，我印象可以吧？来这么多人，我真的是始料未及。你用上成语了，你好有文化，始料未及。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若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你怎么不唱呀？让我一个人尴尬。没有。你不舍，连隔壁邻居都猜了我现在的感受。河边的风在吹着头发飘动，牵着你的手，一阵莫名感动。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婆家，一起看着日落，一直到。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悲哀。我想带你去单车，我想和你看棒球，想这样美但又唱着歌一直走。太高了太高了，不不要不要不要，休息休息，实在是休息一会儿，真的是有点献丑啊，还是别丢人现眼了，我别丢人现眼了。不是生过生日怪不容易，是挺不容易的，真的整这么多个环节，我是真的不知道。对对对，我们切蛋糕吧，切蛋糕吧，我们切蛋糕吧，刀叉拿上来了吗？我们切蛋糕吧，这个是我们今天来的主题，是这样。切，我们切，对，切一下，就带上你的 happy。我刚才想带，然后我发现了上面的英文的。我今天已经戴了很多个眼镜了。然后，要什么头围？我不知道哎，比较大。最小的吧。不用不用，我头比较大。不，真的我戴不上去。我们，你别让我出丑。我们放最大的，说最小的。是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啊。戴上。啊，哦，我也有啊，我们都有墨镜。天哪，多么富丽堂皇！你又用了成语了，你这个成语专家。我是不是要把这个取下来？刚才是吧？嗯，取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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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事情交给我们工作人员好吗？啊！交给我们。这个，放这儿吧。谢谢剧组有心了，为了给我过生日买了好几个蛋糕。不差钱，不差剧组，不差钱，不差钱，不差钱。周哥不差钱，周哥不差钱。啊，霍岩生日快乐！你好，火焰蓝剧组，谢谢大家。切一下吧。哦，此处是不是应该有点？哦，谢谢大家，谢谢。好了，我切刀就够了，是不是？对，你切刀就。我们可以把它先推下去。嗯，你切刀，然后吃一口，吃一口，好歹吃一口。啊，吃一口。嗯，这。我先自己吃吗？对，吃一口。吃一口。我，你们帮我推一下吧。嗯，这个撤了，拿到了啊。吃一口，小吃一口。等一下，你先给大家展，你不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一口吗？你不是要展示一下？好，取下来，我们可以拿近一点。不行，拿近一点拍不到三个人。拍得到，我们就把头贴住你的头。啊、我们可以来这个叠，你知道叠那个吗？那个特别逗，那个剧里面那个是吧？我们在戏中无数。这个给你们，然后你们也可以取了。嗯，聊一聊我们火焰蓝可以是吧？这么突然就这么聊一聊我们优酷的宠爱剧场，聊一聊火焰蓝，对大家多多支持火焰蓝，支持优酷的宠爱剧场。哇的妈呀，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一个城堡。所以你刚才在支持，然后突然就在城堡。哇，一个反应人间真实啊。我看见了钱，前面还在打广告，我看见了钱，你知道吗？啊，对，聊一聊火焰蓝吧。嗯，聊聊我们这部戏，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了。嗯，你们阐述一下吧。来，师哥先。是要自证环节了是吗？请。我没有罪。说一说你的角色。对对，说一说我们剧。我们是不是很有良心？我们把它拉近一点，然后能看到那个粉丝说什么，然后让粉丝跳得好快。我怕就是录不下三个人。啊，没事，我们这种就是抢镜能力，okay, 一直都是在夹缝中生存上。可以了，你坐近点，真的录不下。保你们俩。不行。对，可以了，坐过来。都在。我们对，我们一共我们那个特勤四班，嗯对，一共五个人，嗯对，啊五个人，今天有两位不在，嗯，罗杰和那个王大印，他俩已经了，一个工作，一个去北京拍那个，北京了，好的，那就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说一下吧。我当时已经说了，我们当时在消防队训练的时候，那个出警很感动，然后我们只剩下。那个不能说的那个词，感叹词，全程感叹词，就是哇，对，就那个词，是的，对，就非常震撼，对，特，说一下呀，就确实很震撼，非常震撼。然后这个戏，这是我们队长，
对，副站长，副站长，对对，就是我们这个小组的小组队长，然后介绍介绍你副站长，介绍你那个角色，介绍你大力王，我是他小弟，对，李银亮，李银亮，然后介绍一下，说一下，就是我们是一个组嘛，嗯，一个组，然后。从他来，然后我们就是我这个人物啊，对他可能还有点就是小态度，对小态度，然后到后来就是几经生死，然后就是无数次的从那个医院的这个推把他推进手术室，然后再接他出来，再接他出来，接出来了还是接出来，然后就是。改观到后来就是大家变成了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嗯，对对对对 对, 对，特别好，就是一帮就是，嗯，其实在私底下我们这群人就是各有自己的性格，都个性鲜明，嗯，但上了火场我们就是另外一番，嗯，这个处事风格就非常严肃非常正经，对，嗯，就是马上就感觉变了一个人，对他这个人呢，你不说我说大力王就是战斗人吧，对，你这么说感觉很土呀，大力王，然后就是 冲在第一线，然后破拆啊什么的都是他冲在前面，救火啊什么的，就是前面那个，但是私底下这个人设非常可爱，爱看韩剧，对，很贱，就很幽默，对，很贱，非常非常挺逗的一个人设，就非常有趣，嗯，然后介绍一下你小马，我在戏里面叫马千里，对。马千里，然后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弟弟，对 对, 对，正好我在这个组里面也是年纪最小的嘛，所以就是还挺符合的，就他是个通讯员，是，然后他什么消息都是第一时间他就知道了，嗯，对，他有很多第一手消息，对对对对，收到消息然后传播发散给对对 对, 对，传播我们中队，然后承上启下，啊，对，我就一般我出警我就跟着我的指挥员给他汇报消息，嗯，然后把他的消息，嗯，他的指令对传播给战斗员啊这些他们在救火的这些人嘛，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一个对小弟弟，对对对，其实。我们这几个消防员就是个性鲜明，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这部戏呢也非常有趣，然后也有很多就是平时大家在不管是偶像剧还是现实主义题材里面看不到的一些点，对对对对对，很多有趣的事情，就是消防站里面发生的琐事啊或者生活中啊，对，你应该说你啊，我怕剧透了，说了哦，不能说是吧？嗯，我们就可以剧透，你也没剧透啊，关键我们还好，我们小传里面都写了，但是我们里面有很多专业的救火的戏，嗯，对对对，非常专业的设备，对对 对, 对, 对，而且很精彩，对对对，嗯，大家期待一下可以，对，对，非常期待，这个是尽量做到就是绝对就是专业的职业在职业这个部分，因为只有。专业的消防队的老师，对，有老师，还有我们班长之前训练的，后面也会跟着我们一起来给我们提建议啊什么的。是，然后就大家敬请期待，而且我们真的不悬浮，就很接地气。对，期待一下，奥利给，加油！嗯，奥利给，哇，干什么？哦，他们让我结束了，人间天使。那我们两个先撤吧，然后你再最后就收个尾，对，你最后收个尾，好不好？那我跟大家 say goodbye 一下，我不拜拜，你们拜拜吧，我们在旁边，嗯 ，fighting， 行吧，拍点照片，就是，那就拿近一点，来了好多人，这个有点让我有点尴尬，嗯，这个每年一度的这个直播，每年生日直播，然后我快结束了，希望支持我的粉丝朋友们呢，干嘛？头发，这样 ，OK。希望我支持我的粉丝朋友们，也多多支持我的作品。对，感谢大家这个，这么长久一直以来的陪伴。然后，我也看到了，就是有一些各个站子做的一些公益啊，或者是一些应援，非常感谢大家。结婚，哦，对，非常感谢大家。然后呢，我加点时长，再聊一下我们正在播的，结婚，从结婚开始恋爱，然后在我们芒果 TV， 然后快到大结局了，也不知道那个各位同学看到多少集了啊，反正有钱的就超点，没钱的就充 VIP， 实在是上学的学生们就也 VIP 也别充了，就多刷刷弹幕吧啊，多看一看，支持一下我们结婚，多点一下点击量。感谢大家，然后也快到就非常精彩的这个，
之前不是人设说我拿错剧本了吗？这个拿了女主人设，有温柔医生嘛。然后现在呢，该我反转了。6年回来，就是林睿变成了一个比较腹黑的一个大 boss， 就是步步为营。对对对，把女主也抢回来。对，然后非常精彩，很腹黑。然后还有悠悠的，就我儿子的神助攻，对，就非常意想不到的桥段，就很快就大结局，大家多多支持，嗯，记得上芒果 TV 点开《从结婚开始恋爱》，嗯，好的，啊、那今天就这样吧，来几个成语吧，成语，别说了，别丢人现眼了，来首音浪吧，别了别了，音浪留到下一次吧啊，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有可能还有同学没有吃饭的，赶紧去吃饭啊！我们下次直播再见，说不定很快呢，是吧？嗯，好的，拜拜拜拜拜拜。快点，还有1年。那倒是不会吧？有可能，万一我信息上了呢，是吧？万一下次热搜再直播，下次热搜的时候再直播，不行。好。万一很快就有了呢？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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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这样吧，各位同学们拜拜。嗯，这个怎么关呀，点了半天没反应，他不让我关。